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翠园分享事师，今天和大家看一个西半山的三房一套入场单位。这个单位位于坚岛28号，叫恒隆阁，它的实用面积是570尺，属于三房一套的设计。因为西半山的楼比较密集，所以它的景观呢都偏向望楼景的。不过不要紧，因为它现在这个价钱是可以买到三房一套，属于比较高性价比的单位。而且恒隆阁的楼龄不算太久，它是1996年建成的，位置也都很优越，是比较接近中环扶手电梯。如果步行去中环港铁站呢，大约是9分钟。虽然实用面积是500几尺，但是三房来讲算是很实用。恒隆阁属于单栋式的物业，它一共有52个单位，属于两梯两伙的设计。喜欢私隐度比较高的朋友仔呢，就不要错过了。再望埋个主人房，更加体验到恒隆阁的实用度。主人套厕是浴缸的设计。如果大家喜欢西半山这个地段，又想找三房一套的入场版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单位了，快点找我看楼了。